各位同心，大家平安，大家好。好。啊，真欢喜吼，真恭喜恁啦！伫这个最后的时刻吼，还赶得上吼，这个高级班吼，要不上过初级班的，举手我看麦。哦 ，OK， 好。所以，恁得爱个找时间来上迄个初级班，因为这是规定。迄、那个必要的迄个课程吼，两边拢爱上，啊了，较开始吼、哦。啊，我今仔日最主要要跟大家讲的吼、哦，是这个台湾的这个台湾，即拢台湾的拢听有啦吼，敢、哦、有袂通听台湾的？无，拢会啦吼、哦。你？我哦好，安、啊、我知影好 ，OK。我今天要跟各位讲的吼，是这个目前台湾的实际，迄、那个实际国际地位是到底啥啦吼？哦，咱大家安尼一直在讲台湾啊，中华民国啊，到底是甚物事吼？我今天要和大家来彻底的啊，讲这个啊，顺便因为足侪人初级班也未上着，我甲所有的。我们的理论根据，我们的法理，从头到尾做一个安尼连贯性的，你免去记，啊，我会甲你说明到，互你安尼。哎，人咧讲啥？讲啊，你民政府是到底啥？法律的基础是啥？会让我们安尼能够做深入的了解啊，有了解你就会记得啦，吼。啊，我今天要做这个法律的总整理，和各位知影吼。啊，我们前天晚上。前天晚上，哦，来，这是啥 ？TCE 是啥？台湾西部 government 哈、哦，台湾西部 government， 这个西部重要紧的哈、哦，这个台湾民政府哦，是安那 TCE 台湾民政府告进共产党，中华民国政府不敢来干涉。是安那，他唔敢来干涉。这里西部就要紧，你若这里甲退开吼，你甲加写台湾民政府看卖咧。明仔载谁该掠去死？我跟你讲，啊、哦，不能太。啊来，是安那靠有这西部，这里都的关系是对呢。我们 TCC 这个 TCC 是，诶，上属长官是谁？啊？对。USMG 哈、哦，就是美国军政府。啊，军政府的顶面是啥？对哦，伊讲了 ，USMG 的顶面是 National Defense， 就是五角大厦迄、那个。哦，啊，迄、那个顶面它是总统。哦，啊，所以咱 TCC 跟国务院，唔是行国务院这条路线哦，是行迄个国防部这条路线去的哦，跟国务院是。无关系哦，伊个系统啊，啊，所以 TCC 中华民国政府唔敢甲咱呐呐，是因你是 TCC 是属地 USMG 哦，安尼啦，就是美国军政府下面的，他唔敢干涉乱，所以这个就要紧了哈，这个西部，这个就要紧哈，啊来，啊我先来讲，咱逐摆。咱前天晚上，星期六晚上啊，开始要的时，爱开幕程序，爱唱几条歌。第一条是啥物？啊？台湾民政府临时国歌，临时的国歌，因为一个国家拢爱有一个国歌吼。啊，我们现在一直在收集吼。哦啊，要做这个咱的国歌了吼，啊，所以我要给各位今天小可介绍国歌是甚物，可以当做国歌了吼。啊，我是安要干啥？伫恁当新入来的人，恁老好朋友是迄、那个是会音乐的会嘿吼，让他尝试看看，可以去做这个国歌，啊，他上来，我来做评审吼，因为到今要未定了吼，啊，一个。国歌，这是重要紧啊！所以开幕仪式哈，
迄是用这 Exodus Song 出埃及记哈，出埃及记，就是这个以色列去哦，伫住伫埃及，啊伫埃及做奴隶，啊因要出埃及，这下一条纪念歌啦，啊这条歌的内容，我用这个。用这个翻译出来哈，那 This land is mine, God gave this land to me。这是世界足有名的一条出来求记的歌，啊，这条歌的内容哈，我看咱现在的状况很相似，啊，所以咱用这条做了呢临时国歌了哈。啊，来，我用这个翻译，啊，给大家看一下，伊讲这是我的土地，上帝给我的这块土地，给我这勇敢。古老的土地，当朝阳照射在丘陵平原上的时候，来，这股熊要跟，国歌一定爱都一条这股。我要 children can run free， 自由的国家。美国也是有讲到这个，拢我即摆等下讲哦，要做一条国歌，一定爱讲到这个国家是自由 ，free land， 自由的国土。啊，那迄个帝王的吼，就日本的英国的，因迄国歌是咧。那歌颂吾王万岁万万岁，迄落啦吼，唔是咧讲迄个自由平等自由诶，吼啊，所以这个哦，就要紧吼，一个孩童可自由奔跑的地方叫 run free， 这就要紧。请牵我的手，带领我行遍这个土地，带领我行遍这个可爱的土地。我虽然只是平凡人，但是我要你若伫我身躯边来带领我，我知影我会变个足坚强了哈！啊，将这个土，将这土地变成我的家园。如果我们必须 fight 战斗，我将奋战，将这土地变成自己的家园。即使奋战至死，这是我的土地哈。接着是哈，咱咧唱这个以后，恁若把你那受训啊完以后，成为民政府的官员的时候，恁出去。主持会议，要不国歌出来的时候，你嘛那边，你是哪意思？换你在主持哦，哦，让我们了解这个歌也内容是啥。好，啊，过来，搁唱啥？哦，先唱日本国歌哈。为什么要唱日本国歌？啊？有哦，我们这块土地，台湾这块土地的主权是在日本，对不对？爱国讲后边迄句哦，这个土地是天皇的哦，是当属地方的，不是政府是干哪总经理呢？吼、哦，要搞清楚，这个总经理要跟当属地方的官员，所有的土地都是那个最高那个的哦，是天皇的哦啊，所以咱来唱起。啊，虽然这个日本国歌哈、哦，你看，他从1914年哦到1945年，这1945年当中，这年怎样？这年是1945年是日本投降嘛哈、哦，天皇投降。告一尊哦，麦克阿瑟哈、哦，不能讲独断的，不准你再唱你们的国歌，咱个停起来哦。1945年个停起来，无日本唱国歌哦，到当时个开始唱。1999，哦，佮听偌久，听，诶、欸，哦，54年呢，无要唱国歌呢，哦，这是麦克阿萨伊的，吼、哦，五段专横了哈，啊个改明治宪法个改做和平宪法，哈、哦，因为宪法个改，所以近年日本政府，看咱所咧想明治宪。咱台湾吼，我等下个讲，台湾真诶是属于明治宪法诶这条体统，啊，真诶日本政府是属于和平宪法这条体统，跟咱已经无啥共款诶迄啦吼，把你来恢复转来，因那个改，比这个明治宪法，毋是和平宪法诶吼。来，虽然吼，哦，伊讲第四代、千代、八千代、四十什么样子，那首先咧讲，嘛是差不多吾王万岁万万岁诶意思啦吼。啊，对，1999年，他到今仔日，他开始考，啊、哦，这个 Kim 个幼娃，只有你我，只有你哈、哦，这是哦，有人会用日本话会用读这哈、哦，
虽然是只有32个字，可是他哦，日本国歌呢，安尼真重要，是不是世界上最短的一个国歌啊？啊？不是哦，啊，无要国歌的啊？哦，这条不是世界上短的国歌，世界上短的国歌我有写的啊。那是对，乌干达，哦，乌干达的国歌哦，25秒的料啊，哦，但是足水的一条国歌哦，啊，但是呢，我唔敢对它退出来是安怎呢？伊说乌干达哦，足奇怪，伊的国歌哦，你若甲在公共场合，我当家甲放，安唱互恁听，放互恁听哦，我要去缴他的关那个版权税啊。不就是国歌安尼嘞，但是伊这条是有人足好听，啊，虽然25秒尔，你若等伊吼，啊，你甲拍乌干达，啊，甲拍国歌，啊，去甲听看麦嘞，真水的一条歌啦吼。你若上网等伊甲看麦，乌干达的国歌足水的，这是一个艺术家做出来的一条足水的迄个歌啦吼，啊，精神足好啊，所以哦，要做国歌吼，唔能迄个牺牲的，迄个拢哦，都爱安尼个。唱了短短啊，啊个会紧，啊个会精神个会好，一块块吼来做国歌了吼。好来，所以你若等下乌干达这个吼，这个去看嘛。啊来，阿廖，阿廖，咱这个土地是日本天皇的。阿廖，第三条歌要唱啥？是安那个要唱乌不国国歌？啊？对对，伊是讲伊是占领国。伊个真也无咧来咧占领啊，是安那个着？啊？啊，美国也无伫遮。来，这个吼，台湾是迄、那个伫旧金山合约，诶，吼、哦，旧金山合约。来对，下来，下讲 ，Chief Occupant Power 主要占领全国是 USA， 旧金山和平条约是关联着台湾最后的一个国际条约，国过来无讲着台湾的条约，对啊，所以咱要根据讲这个是安那个，咱咧讲啊，这个咱咧一直咧讲日苏美战，迄、那个美战就是根据旧金山和平条约。来对24条下下讲，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来，您可能这个月让读足侪华丽了哈，就是那和平条约哈，我刚才要给您讲了3条呢。第一条是2B， 哦，但难怪个说明2B。第二条是4B， 2B 是讲日本放弃领土的管辖权 ，4B 是讲着对呢，讲着 USMG。你们讲 USMG 是咱欧北做呢？旧金山和平条约冇讲着 USMG 来，你占台湾的呢？24条，瞎讲，台湾的主要占领全国是 USA。哦，你来给你3条哈，2B、4B 跟24。哦，剩的遐跟咱台湾冇关系了。所以免记哈，虽然足侪跟中国有关系，那免记的三条2B、4B、24哈、哦。来，因为这个24写个足清楚，就是台湾是美国的主要占领全国，哦啊、所以啊，主要占领全国，我搁先搁讲起来，他委托蒋介石来占领的，哦，这程序上是安尼啦哈。委托蒋介石来占领的吼，哎、哦欸，啊，所以蒋介石来占领台湾是受美国的委托的来占领台湾的，不是蒋介石的台湾哦，他是委托他来代管的哦，哦，好来 ，Oh, say can you see by the dawn early life？ 哦，那就是的，来翻译出来，来。要翻译出来，你爱怎样？这个以这个做美国国歌的历史是啥？他正在和英国打仗的时候，我在独立战争的时候，那个时候做的一条歌，啊，一条歌变作国歌，
你啊看是安那个国家什么战胜龙龙炮哦，都是因还搁咧看，看迄个英国在作战哦。吼、哦，你啊看咧，来，我们对着什么发出欢呼？你可看见透过一线曙光，我们对着什么发出欢呼的浪声浪？随着阔条民心，冒着一夜炮火，依然在我军的碉堡上，火炮闪闪发光，炸弹轰轰作响。他们都是见证国旗安然无恙。你看，还看这星条旗还不是高高飘扬？在这自由的国家，哎，国家一定拢有这个这。在这自由的国家，勇士的家乡，哈、哦，伊个时空背景是跟美国、跟英国也在休战的时阵，会做一条歌。用这条歌来做，啊，国歌一定爱，我按那个举过来，反正国歌都爱讲着自由，哦，来，一定干嘛这个人？啊？捌看到，捌听到这个人无？萧泰仁，哦，足少人捌呢。咱台湾哦，伫世界上上出名的一个作曲家，就是萧泰然呐、啊，哦，哎、欸，萧泰然哦，哎、啊，最近当在贵新嘛，哈、哦，哎、欸，当在贵新，哎、欸，啊，所以以贵新了，最近当在贵新呢，上上个月那阵子二月底贵新啊，上个月三月七号，三月十四号伫美国。大家三月十四号在美国，迄个洛杉矶举行告别式啊，哈，啊，这是我的学长了哈，啊，伊迄个2012年开始，啊，你两年半前了哈，两年半前又登来台湾，啊，有去找我，啊，我有咧个拜托讲吼，哎、欸，我这边吼需要一条台湾的国歌呢哈，哎、欸，我这条需要台湾一条国歌，啊，你唔在当拜托你哈。阿姨讲，老弟啊，伊即卖他那时候身体就已经发现有癌了哈，啊，未好势啦。伊讲，我现在没有办法了，啊，恁家己搁去做，好、哦，家己去做了。他，我有拜托他赶快哦，写一条国歌来给咱台湾民政府，哦，啊，迄阵是，哦，我讲，伊是坐轮椅来嘞。迄阵已经坐轮椅坐伫遮吼，啊，我和阮太太去，他回来学校嘛，啊，我是校友会总会长啊，所以我去迎接他，啊，甲拜托遮代志，啊，甲咪做伙食饭啊，讲遮，伊就已经坐轮椅，所以又讲无多爱去教伊。但是吼，伊伫又做一条台湾翠青，唔知捌到，哎，遮是基督教的，遮个手我看卖，好，好，哦，无，即摆较少无几个，伊做一条台湾翠青吼。基督教把它当作是台湾国歌，差不多20档，记得。这个太平洋西南海边，美丽的台湾吹起，扎进受我帮统治，建国大地出头天。共和国宪法的基础，四族群平等三合作，人类文化世界和平，国和民向前贡献再连。这条讲起扯呢，1993呢，啊，差不多到今麦，啊，咱拢足侪基督教的很多场。啊、尤其是这摆死掉吼，大家一直咧唱这条，大家咧唱这条纪念讲啊，咱这个台湾，吼、哦，啊，伊才是做足侪世界名曲啦，足侪歌啦，尤其是1947台湾序曲一条吼，伫国际上足有名。1947，吼、哦，伊是迄、那个红山人啦，吼、哦，红山人，啊，伫2月24。77岁，哦，伫洛杉矶迄个哈，哎，77岁，加我3岁，伊加我3岁，也是
我们长荣中学毕业的了哈。哦，伊哈，伊我是不是有啊？这我是咱简单甲讲伊的历史。伊是迄个主修迄、那个主修钢琴的哈。啊，哦，伊的作曲作词啊，直接要讲的就是讲哈，1980年伊做一条歌哈，这条歌叫做《出头天进行曲》。而被当时戒严时期的国民党列入黑名单，直到去要建15当，伊袂当转来哦。伊黑名单的内底，伊有人黑名单袂当转来吼。1980到1995戒严了，才开始伊会当转来。所以伊伫美国做这条出头天，吼、哦。哦，啊，伊迄个主要作品足多啦吼，我是简单来甲整理起来，啊伊。真正是我们台湾人在世界上最有名的一个音乐家哈，哦，伊作词呢，他的作品很多呢。好，来，台湾国歌是省诗的哈，我就是主要要讲等下咱台湾国歌，我一定咧讲这是有一个啥。来，咱台湾到尾会当变作啥？上届尾会当变作啥？独立自主的国家可以吗？为什么不可以？嘛，美塞公是美国的呢，美国是代管而已呢。对，咱这个土地对，恁阿恁小可，我慢问者，互恁小可会当理解者，这个土地不是日本天皇的呢，嘿。到最后，我们变成日本的邦联，一个是日本，一个是台湾呢。啊，顶面一个日本天皇呢。大英国协40几个国家，只有一个天皇。哦，啊，比如说，对，提了加拿大、啊、澳洲、纽西兰，这拢是属大英国协内底的呢。哦，拢是 Commonwealth， 咱即句爱小可知影者 ，Commonwealth。就是咱要发展做邦联也好，联邦也好，吼，拢是啊，迄40几个，咱甲两个尔，一个日本，一个台湾尔，这个 Commonwealth 邦联吼，还是讲联邦，拢就是两个尔吼。你看，这个大英国协54个主管国家，包括属地所组成的吼，哎、欸，好啦，啊那大英国国家就是。那个吾皇万岁万万岁啊！天啊，保佑的我哦，这是那个帝制国家的那个国歌拢是安的哈哦，天佑女王呐哈啊，万寿无疆呐，拢差不多在讲这了哈。纽西兰啊是哈啊，纽西兰的国歌，因为这愿。祝愿上帝保佑我们的自由之境哦。God defend our free land， 拢一定爱讲着自由的土地的哈、哦。国家每一个国家的国家拢都在做这款的。啊，唱歌唱了，迄别日啦，恁若变作官员的时，恁来读的呢？这个拜六是小姐来读的呢。哦，把人家无哦，恁无迄个，恁爱家己读哦。每一个官员爱读啊，所以即摆大家做伙来读者哦。有两个主张，哎、啊、有两个立场哈、哦。来，第一个主张是来做伙来读，依据国际法理，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美国总统握有台湾占领权，美国总统有责任。循万国公法实现台湾地位正常。来，第二个主张是遵守国际法，包含万国公法、国际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来，两个立场，第一个立场是暴力和武力促使各种方法使流亡中华民国结束在台湾的占领。最后一个立场是流亡中华民国推动事务，不合作，也不配合哦，
这咱网站上有啊，恁若有闲去，啊，你去甲小可读一读个，读个较熟个。别日啦，要叫你主持会议的时阵，你就爱去读啦吼，嘿。啊，这是这即摆已经改了吼，改做我们日编制改足侪啦吼，这是上头啊诶编制吼，即、这个。我用这个要出来，要给各位看。现在台湾的公务人员有多少？二十几万，够较低啦。最近够较低啦，唔知啥，一直增加。我们有几个人？现在差不多够啦。四千人要去做二十几万人的工作，一个人要做几个人工作？我用这个表出来，要给各位知影讲吼。没有，五倍是五倍，敢起来会起来？四五是两万领呢，五十倍，一个人爱做，一个官员爱做五十个官员的工作。我用这个出来就要讲空缺，吼、哦，要很多很多。咱才几个人呢？所以来。随派你去讲去内政部，你五个人去内政部，你管得了未？我保证，免一礼拜叫变皮来转来。咱人也够少，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觉悟，就是讲啥呢？秘书长，我有跟你讲这代志，要保证说，你吼，你搁招你的，恁囝还是你换贴的还是啥？来作为受训，把你安排去，跟你作为排出去。一个人爱上少爱，搁炸两个秘书出去啦，安尼呢较袂随叫变皮来转来啦，哦，迄个要排所在哦，你讲要排所在哦，要排所在足侪呢，什么内阁经济产部、农业水产部，什么都为资源环境省啦，哦，足侪啦，咱即摆较派几个人，拢派几个人尔吼，哦，搁迄个政治局啦，吼、哦。政治局，哇，足多单位啦。哦，这个较新的，迄个组织编制，哦，足多吼，什么都有参议员兼几个，个咱即爿这拢定了啦吼。中央参议员咱31个，中央众议员77个，各州的迄个议员几个，咱拢有定了啦吼。我们都定好了吼。这个表吼，我足多啦，派袂了，所以吼、哦，恁有哪个鼓吹恁家己的人，堪要别日啦，堪要做去派出去的人来受训，取得资格派出去哦。这是就是咱永远的公务人员呢，不受年龄限制的哦。这干啦，这批的人有呢啦吼。所以以后那政协执政以后，都要叫考试啊，什么啥，都个无这款好康的啦吼。好来，我现在开始来进入主题，讲台湾的实际，迄、那个国际地位是啥吼？来，这我咧讲个，未使讲敢用好的呢。国际法写得对，什么人讲的，拢爱有理由啦吼。来，第一个。这足侪啦，足侪，我无要大家讲啦，大家讲袂了。什么众议院僵尸者，我对第二个来讲，第一个吼，这第一个，我就要跳过去，让过去哈、哦。来，第二个，讲台湾不是国家，这古早听了足硬的呢，是啊，台湾不是国家，足硬啦吼，这是香港的。鲍威尔，你中东战争以前是迄个美军的统帅啊，吼啊，中东战争阵营阵啊，啊，到尾伊讲了，变作国务卿，吼、哦，鲍威尔讲的，做国务卿的时候讲啥？台湾不是国家，台湾不享有国家主权，讲中华民国也不是国家，哦。美国对台湾有管辖自主权啊，23条，我拄仔讲23条的 A 下，
Chief Occupying Power 就是美国。美国对台湾有管辖治理权 ，SFPD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这 P 就是和平 Peace， 啊 T 就是 Treaty， 旧金山和平条约第23条，讲到这个土地是美国占领的哈。啊，现在由台湾治理，当时伊无要甲你讲，你这所做什么什么中华民国啦，还是什么啥？因为伊委托蒋介石来代理管的，所以叫做台湾治理当局，吼、哦，委托来管的啊，叫做台湾 Authority， 台湾治理当局代理中，哈、哦。什么说？哦，这大概有讲过了哈。哦迄、那个 Chinese 台北，哦 ，Chinese 台北的原文，中有先足侪字个哦，咱有人讲过了。中先生，先伫遮 ，Chinese government in exile in 台北，来这里是啥？流 exile， 来做位来读这里 exile， 啊那日本发音是读作 exile 哦。有人，这有人说日本发音叫做 exile， 啊，那美国发音是发音做 exile， 就是流亡。啊，咱警告他讲，哎，中华台北，中华台北，原来中华台北是 Chinese government in exile in 台北，啊，中家无去啦，来，中华台北，即卖大家咧讲，哎，啊，含迄个中国迄、那个，即卖要成立的迄、那个叫做啥？迄、那个。哈、哦，亚托，要用什么名？拢免讲啦，也是用 Chinese 台北名啦，就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哦，未使讲 Chinese 台湾，哇、哦，来当用这 Chinese 台湾，国民党政府人重视，因为现在世界的规定就是，你流亡是去到底用迄个集体的名，哦，那时迄个法国二次大战流亡到英国去。在伦敦，他不能说 French London 哦，伊也当安尼讲，袂当讲 French England， 袂当安尼咯，伊刚才讲讲法国伦敦哦，韩国流亡到上海叫做 Korea 上海，袂当讲 Korea China 哦，世界规定就是用城市的名啊，所以你若讲到 Chinese 台北，古早咱唔知影些内容的时候讲。啊，较会拢，敢若恁台北人咧下咧，啊，阮住伫南部的人，啊，较唔讲 Chinese 高雄，啊是 Chinese 台南，啊，敢若讲恁咧 Chinese 台北，啊，迄阵也唔知影半项啦，足唔愿咧，讲啊，无用着，无话用台中较尾拢有啊是啥，啊，无较会无用 Chinese 台湾，哦，啊，结局原来就是这是国际规定，流亡政府不得用大地方的名字，只能用 city。城市的名字哦，这样这大概理解了。所以，那外口的人讲哦 ，Chinese 台北，你出去运动会哦 ，Chinese 台北 ，Chinese 台北，中华台北，那无咧读着这咱这些人哦，知讲哦，中华台北是吧？事实讲来就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啊，伊若用这个时阵吼，足水通呢。迄、那个 WTO。踹门出去的啊！还讲，你要用啥名？阿美国讲，你用 Chinese 台北就会通，哦，都好加入。因为变作咱台湾是迄、那个一个独立关税领域区。什么叫做独立关税领域区？就是被占领的地方，才会当加入啦。啊，所以以前邓来讲，啊，唔知咧。啊！美国就讲你若用 Chinese 台北，都互你加入啊！哦，等下请啊！我会当加入是啥 ？Chinese 台北。啊，这个独立关税领域区就是被占领的地区，所以用的叫做独立关税领域区啦。啊，咱就是讲咱讲独立关税的，哦，我独立啦！哦，即摆等下解释下讲，哦，我独立啦！独立关税领域区，原来迄个法律的规定是讲，被占领的地区可以用独立关税领域区的名义。来嘿、哦，所以这大家知影，我是讲为在个讲这个独立关税领域区，啊是就是 Chinese 台北，就是 Chinese government in exile in 台北，哦，这就要紧的是，来，
这个是迄个鲍威尔伫当时呢，2004年10月25号 ，in press conference 的记者会啦 ，press conference in Beijing， 伫北京讲的呢，台湾唔是独立的国家吼。啊，这小布希，这我就无要讲啦。好来，这个我第三个要讲就是，这不是希拉蕊啦，这个是卫生部长。啊，伊要做卫生部长的进程吼，伊是做啥呢 ？She was governor of Kansas， 就是州长啦。伊做州长，做对了州长，所以李孔孔三到李孔孔九呢，伊是做州拢做。堪萨斯州的州长，跟那个奥巴马同款咧做州长的人呢，哦，啊，伊到李鸿光后，奥巴马做总统了，甲聘请来做卫生部长，啊，美国的卫生部是兼卫生护理部，兼那个哦公共服务部啦，吼，哦，哎，啊，这个人叫做 Catherine， 啊，我想要个提议来讲呢，伊吼，伊伫，伊伫对呢，2011年5月17日。美国卫生部长 Catherine 在 WHA 上说：“是不是 WHA？ 那侬把听一下哦，哦 ，WHO 啊，是不是 WHA？ 那我等下会甲你讲，这个 A 吼，就是 Assembly， 啊 ，O 是 Organization， 就是机构。咱咧讲 WHO 就是连。”哦，世界卫生组织 （Organization） 啊，这个 WHA 就是世界卫生大会，一当开一班会，你要搞了嘛？五月第二个礼拜以后的星期一，哦，开一礼拜，这叫做 WHA。我等下会将我文详写出来。啊，是啊，那这个 Catherine 哦，伊讲咩呢？以前那开始攻击的维呢，因为当时哈，我们他们中华民国的一个代表，因为我这先人刚讲不出来，较早卫生署长，哎无啊去选华人馆长，要选提名选无到迄个，哦叶坤川，伊去参加呢，啊更能可以让他到议会里面去呢，警告他无人会当入去啦。哦，袂当入去到议会现场呢。我拢做伙坐伫旁边，是我去了五六档啊。我拢坐伫旁做伙啥？迄档，迄时我都无记啊。会当入去啦？啊，用什么入去呢？哦，夭壽啊！伊个拢唔敢讲，用 PRC 的啥 ？People Republic of China，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台湾的卫生署长企业呢。嘿，哦，伊要请啊！我讲，恁大家拢袂当入来，干人我当入来。用中国的台湾的卫生部长入面呢？啊，所以迄一摆，这個、是开始哦。来，伊讲啥？我们已很清楚地向世界卫生组织表明，而我认为美国的立场是没有一个联合国组织有片面决定台湾地位的权利。恁无人会当哦，你什么中国啦，什么倒位，无人会当决定台湾的地位是啥哦？干阿啥？干阿恁爸会当讲，无迄查某会讲，恁祖妈会当讲尔啦，就是美国会当讲尔啦。美国是根据啥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23条，美国是世界公法占领的一个所在嘛。伊讲干呐，阮会当讲尔啦。啊，伊也无要讲好势，伊若甲讲全部讲过来。根据就是那和平条约第23条，我们美国有战权，是毋是？现在讲讲咧，吼，咱是毋然，吼，开始世界局势就大变啦。啊，美国啊，有人拢讲一半啦，伊甲讲啊，我告诉你们，你们都不能讲，只有我们美国能讲。是啊，那干呐，你美国会当讲，啊，无要解释有清楚啊，吼。即个 Catherine 吼。伊伫去年六月辞职啦，伊啊，去年的六月初到辞职，伊是安怎呢？迄个奥巴马吼，伊伫要实施全民健保，啊，伫美国吼，即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吼，健保局有几百个呢，唔是像台湾这个中健保局 only one， 咧公卫局同款嘛，伫美国嘅迄个健保局是几百个呢，
所以阮伫美国咧读册时阵，阮就即间学校熟对一个吼，啊，就 Brookhouse Bushell， 即个什么历代什么啥，阮就加入迄个保险嘛吼。学校看对一下，几百个保险公司呢。啊，因为美国要实施这吼，哎，普遍人民都反对了。所以那时候的美国的奥巴马，你也记得去年要选什么参议员、众议员时，奥巴马遭一堆骂嘞。因为那时候因为伊要实施这，他的民调呐，看马英九差不多来到谷底啊。啊，所以伊这个凯瑟琳讲啊，袂搞跟做。你硬要实施这个全民健保吼，我无多爱实施啦，这个就是去年实施的吼。来，这是和各位小可知影，这是常识啦吼。WHO， 咱逐摆听去 WHO， 这个 W 就是 World 世界，啊 H 就是 Health 健康，啊 O 是 Organization， 就是组织，国际世界卫生组织哈 Organization。WHO， 咱拢逐摆听伊这里。啊，那 WHA 就是迄五月第二礼拜开始，一单开一摆呢，开一礼拜哦。迄个会叫做 WHA， 哦，就是 Assembly 大会了哈。哦，大家，所以恁以后若看到写讲 WHA， 恁就知影讲这是咧指迄个大会。啊，那 WHO 是咧讲迄个组织啊，哈 ，WHO。弄种，这个 WHA 哈，你看，194个国家里面的卫生部长来咧开会啦，哦，各国的卫生部长拢来开会啦，哦，照去年194，今年唔知还阁有增加迄个小朋友入去无？我唔知哈，这是我去年查迄个194个国家入去，哦。我去六七栋啦，拢敢坐伫即个四楼的旁听席啦，哦，拢袂当入去这大会联合国大会会长啊，伫即个内底，啊，迄栋吼，我记得那个时候刚好是 SARS 的时候，啊 SARS 的时候吼，啊中国的卫生部长吼，叫做高强，姓高，名号做。强壮的强，伊又是高强，高强做卫生部长做足侪当哦，哦，伊起来因为迄阵台湾中华民国拢一直要用台湾的名义加入嘛，啊，逐当都去申请，啊，所以阵啊变啊，伊互我做行政院顾问带队去，啊，台湾百几个，啊，欧洲啊百几个，美国啊百几个医生来，啊，三四百个，伫遐一直咧抗争讲要入去 WHO 嘛，哦，啊，所以就爱去 WHA 的。大会的进程，一拜啊，阮拜斋，当面伊讲伊啊拜下昼才开始，即、這个 WHA 开始开会嘛吼，啊入面阮就入开啊，即、這个吼，即、哦這个卫生部长，即、這个高强吼讲，台湾是我们在照顾的台湾人的健康，吼、哦，什么哦，你那个我们血脉相连，吼、哦，哎，拢血脉相连啊，我们都是啊，那公开说啊，台湾的 SARS。是我们在指导他们抵抗 SARS 的啊，我们送了多少个口罩啊？什么蛙哥，什么现在什么龙通讲的啦，台湾人的肯讲，伊咧叫苦的啦。哦，啊，这个话你听了完呐？吐血，我站边吐血，啊，哪吐血？我人站起来，我用英语甲讲一句话：Liar，L-I-A-R， 来呀是啥？讲白贼话啊！真正说谎者，咱的健康伊咧照顾我啦。你听了真正不我，哦啊，迄、那个啊耍的吼，然后我警察，哦，就是我来呢。啊，有一个对我徛起来，迄、那个叫抓出去，哎、啊，看我穿白衫，医生吼，啊，小可有尊重我啦吼。啊，咱我戴口罩，迄时煞时戴口罩，我口罩挂咧，经过来坐咧啦。哦，来，你看这说谎者。我想你那这个哈 WHA， 你以后就知影讲，这是你讲出来啦吼。你报纸第一版哦，《中华日报》，我以前哦都第一版两届，这个《中国时报》啊，含这个《中华日报》报的哇，我一个你讲 WHA 啊，扣关再失利哦，啊这挂口罩抗议啊、哦。
啊，这是《中国时报》了。四位旁听席上呛声，新楼院长红了。我先甲呛声，啊，无人知影，刚起来甲呛声，啊，别人掠水，我无掠水，我搁挂口罩，搁坐伫遐听个了吼，是迄个下晡了哈。好来，这是咧讲迄个 Catherine， 伊咧讲。人家世界联合国的这些国家，拢无关二通讲到台湾啦。台湾是干咱美国会当讲的尔啦，吼，会当主张讲伊安那伊安那，哦，这是国际上国际的。来，这是当时的你空诶，这边看两年前的哈，《自由时报》哦，六月九日。2013年，两年前的，十个月前讲的，一篇报道，伊讲台湾的法律地位仍是被占领的土地啦。以前那个被报这呢，我从迄个历史背景甲咱讲吼，因为那时候习近平，哦，两年前都要去访问奥巴马，要去拜访奥巴马，啊，美国吼。就讲，嘿，阿七块来吼，绝对会讲到台湾的问题啦，绝对会讲到啦。啊，所以伫迄个一礼拜前吼，伊就随从二次大战的时阵足侪机密文件甲解密，哦，迄阵开始甲解密啊。你看，美国特派员啊，美国中央情报局在1949年3月前写的一份机密文件，哦，这台湾不是中华民国的啊。一部分法律地位有待对日合约来解决哈。美国现在迄阵的文件都拢写个，伊从连续几啊日一直甲公布一挂机密文件啦，哦，好，要予迄个习近平看啦。啊，习近平当然有看，人会甲讲，哎，哇，美国报纸即几日咧报，侪讲台湾唔是中国个呢，哎，所以迄摆哈，奥巴马去到跟迄个习近平去到跟奥巴马。做伙咧讲哦，拢唔敢讲到台湾。哎，若讲来讲啊，人这世界公关，世界都写你啦，你甲嗰个遐无相识哦，惊去用讲的，所以拢无讲咧。啊，来加个一个特别要紧的吼，哦，伊讲台湾在法律上不是中华民国的，哦，台湾这点唔是 ROC 的哦，哦，伊拢写个足清楚。啊，佮最后这点我爱互各位知影。来，加我话一下，台湾的，来加做伙来唱，台湾的。法律地位仍是被占领的领土，所以台湾现在托德安呐，那个是被占领的领土，被谁占领？美国委托蒋介石集团，伊无讲委托中华民国，伊是委托蒋介石，迄阵是叫蒋介石来代管的哦，来接受日本的投降的，日本军队的投降，爱是代管的哦，哈，伊啊，所以这个。台湾的法律地位仍是被占领的领土了哈，啊，没等未正式承认台湾被中共并入，现在这国际法来对，拢无讲到这啦。哦，国际法最后一个国际法就是《国民三合约》23条下的，美国占领，由 USMG 美国军政府来占领。嘿嘿，对。哦，啊，所以这个国际法证明讲，台湾不是中国的，啊，不是那个中华民国的，哈。诶，咱即摆就讲中国吼，对，就咱即摆受训了吼，唔能够讲诶啊去大陆吼，安那安那，是对的大陆，美国大陆是不是？大陆，美国冇大陆啊，哦，到非洲大陆呢，就讲那是中国啦，啊，那是中国，哦，咱即摆以后就要改签了，啊，也不要讲诶，你归你厝诶。诶，民国啊，民国就是中华民国，咱都不是中华民国的人，所以拢爱讲公元哦。以后大家受训了，这个头壳爱稍微动一下。这哪到恁个进一阶的受训的时候，哈、哦，那个要过关关的时候，我也搁讲一个啦，讲一个，咱来注意什么啥，咱注意啥，就讲那个大陆也唔能讲啦吼。啊，是你归你厝的，这样吼，这咱要改些足困难呢，爱过一段时间，慢慢来改，哈、哦，诶，拢用。公元，全世界都甲人用，拢用公元啦。甲人中华民国咧用迄个民国安尼尔啦。
好，最后结论讲，台湾的地位仍是被占领的领土哈。有看过这个影片的人举手看看吗？一个。啊，迄、那个即摆无来个放这个，这个恁大家注意看，这个 One China Policy， 叫你了解 Understanding the One China Policy。啊，这内底吼，讲 PRC，P 就是 People Republic of China。P 就是中人民啦，哦 ，ROC 是中华民国 ，PRC 是中国，中华人民国就是干中国。啊，来，来开始来了解一个中国政策。好、哦，来。Many professors, researchers, think tank scholars, academics, and even members of Congress are confused about the subject of China. Some people who profess to have thorough knowledge of this entire matter are quite vehement in claiming that there are two Chinas. We are forced to ask, why does the U.S. executive branch insist on saying that there is only one China?Let's go back to the year of 2004, testifying before the Hou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mmittee on April 21st, 2004,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James Kelly, was asked to explain the underlying rationale for the One China policy. He was unable to do so. Unfortunately, from 2004 to the present,No U.S. State Department officials have offered any further detailed remarks on this important issue. This is very puzzling to many people. In fact, the U.S. executive branch's insistence on one China can only be explained by reference to a branch of international law, which is largely unknown to most civilians. That is, the laws of war and their subset, the laws of occupation.With no knowledge of this branch of law, most persons assume that the dispute over two Chinas arose due to the Chinese Civil War of the 1940s. However, this conceptualization of the subject is in error. More accurately, the Taiwan question must be understood as an issue left over from World War II in the Pacific. Looking back at the history of World War II,Many of the so-called China experts seem to acquiesce to the idea that Chiang Kai-shek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could defin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October 25, 1945 Japanese surrender ceremonies in Taiwan any way he wanted. At those ceremonies, CKS military officers said that the sovereignty of Taiwan now belonged to China and proclaimedTaiwan Retrocession Day. Under the laws of war, however, which include the Geneva Conventions, Hague Conventions, and other established international precedent, such an explanation is impossible. The surrender ceremonies only mark the beginning of the military occupation. The conqueror has the right and indeed the obligation to conduct the military occupation of conquered territory.To delineate any transfer of territorial sovereignty, a formal peace treaty is necessary. All military attacks, or at least 99.5% against Taiwan in the World War II period, were made by U.S. military forces. But General MacArthur delegated the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for the occupation to the Chinese nationalists under CKS.Japanese sovereignty continued after October 1945, since the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did not come into effect until April 28, 1952. Notably, the SFPT designates the USA as the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With the above information, we can quickly make three important observations. First, beginning October 25, 1945,The ROC was only exercising delegated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for the military occupation of Taiwan. Second,
In December 1949, when the ROC moved its central government to occupied Taiwan, it was moving outside of Chinese national territory. Third, with the coming into force of the peace treaty in 1952, the Allies have disbanded. However, the United States, i.e. the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has assented tacitly or otherwise to pre-existing arrangements for continuing the military occupation of Taiwan. In other words, the ROC is serving as a proxy occupation force for the USA, in addition to maintaining its status as a government in exile. At this point, two questions may be asked. Number one, is Taiwan a part of the ROC? Number two, is Taiwan a part of the PRC? In fact, the U.S. executive branch has never recognized the forcible incorporation of Taiwan into the territor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ence, the answer to these two questions should be very clear. Relevant documentation is as follows. Taiwan is not part of the ROC. In the case of Shung versus Rogers, D.C. Circuit, October 6, 1959, quoting from official pronouncement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he judges held that the provisional capital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has been at Taipei, Taiwan since December 1949. That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exercises authority over the island. That the sovereignty of Formosa has not been transferred to China, and that Formosa is not a part of China as a country, at least not as yet, and not until and unless appropriate treaties are hereafter entered into. Formosa may be said to be a territory or an area occupied and administered by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but it is not officially recognized as being a par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is not part of the PRC. In the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China-Taiwan, Evolution of the One China Policy, dated July 9, 2007, the following points were made. 1. The United States did not explicitly state the sovereign status of Taiwan in the three U.S. PRC joint communiques of 1972, 1979, and 1982. 2. The United States acknowledged the One China position of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3. U.S. policy has not recognized the PRC's sovereignty over Taiwan. 4. U.S. policy has not recognized Taiwan as a sovereign country. And 5. U.S. policy has considered Taiwan's status as undetermined. In conclusio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ounded October 1, 1949 in Beijing, is the sole legitimate government of China. Taiwan does not belong to China, nor is it an independent entity. Taiwan is an occupied terri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oes this mean that Taiwan belongs to the United States? The answer is no. Taiwan's legal status is a type of quasi-USA trusteeship under military government within the U.S. insular law framework. Hopefully, U.S. executive branch officials can be more precise in explaining the underlying rationale behind the One China policy in the near future.来，要不我这边要叫恁看一下。来，设定嘞，设定嘞。来，伊这个吼，伊这个提供资料的家吼，你甲看未 ？Department of State 这是国务院的吼，啊 ，Homeland Security 国土安全局 ，Department of Defense 是国防部，国防部也靠一下现在。
USMG 台湾，哦，这个机构在美国的公布内底也搁伫咧啦，哦，唔是咱底下乌白讲的，讲什么 USMG 咧关什么什么，我多只一直咧讲 TCC 顶面就是 USMG 顶面甲国防部，哈、哦，这个以下你只 USMG TW 台湾哦 ，USMG 一占伊拉克的损失。USMG 伊拉克吼，伊拉克安尼啦，啊这 USMG 台湾吼、哦、，OK。好，谢谢。哦，我这是咧讲哦，拄啊，就迄个讲美国军事政府台湾哦，即、這个即、這個、我迄、那个有个甲迄个甲要紧的，我甲翻译落来哈。诶、哦欸，所以 USMG TW 这是一个存在的东西的哈、哦，在美国国防部里面还是一个存在的。好来，台湾 is an occupied territory of the USA 美国，台湾是美国的占领区了哈。occupied 是占领哈、哦、，territory 是土地哈。哦来 ，people on Taiwan， 你是不是 people on Taiwan？ 是不？你不是啊、哦？啊，无你住伫倒？啊，你敢是 people on Taiwan？ 嘛是是哦，吼、哦！你看 ，people on Taiwan 就是住伫台湾这块土地的人。叫做 people on Taiwan， 我想要甲要各位用个较清楚嘞。啊，佮另外一个 people of Taiwan， 这两个有差别足大了吼。可是是安那呢？美国的台湾关系法，美国这个，咱台湾国早唔知啊。啊，你美国到底是啊？伫恁美国，你就会当用台湾关系法，拢免我台湾人民安那同意安那呢？你干那？你就会当用台湾关系法呢？哎、啊，就是。台湾就是我占领的土地，我现在未使用台湾关系法。啊，以这个台湾关系法所对的目标是啥呢 ？People on Taiwan 哦，台湾关系法的对象是 People on Taiwan， 马英九敢是 People on Taiwan？ 对啊，哦，伊是 People on Taiwan， 无唔对，马英九敢是 People of Taiwan？ 唔是啊 ，People of Taiwan 就是。正港的台湾人叫做 people of Taiwan， 哦哦，大概差一厘呢，戆咁戆乎呢，各差半厘哦，戆咁 ，n 咁 l 啦，吼、哦。people， 我是 people of Taiwan， 我嘛是 people of Taiwan， 哦，这样按大概认知怎样了吼？咱大概拢住伫遮的人，无论你对一个个啦，现在拢 people of Taiwan， 你爱遵守台湾关系法，哦。拢来遵守台湾关系法，台湾关系法吼，无关系到金门妈祖呢，干那台湾尔呢，台湾澎湖呢，跟金门妈祖，迄、那个台湾关系法无关到金门妈祖，伊干那 people on Taiwan 这人拢爱遵守呢，哦，啊说 people on Taiwan 跟 people of Taiwan 大概，好来，即几个观念我先甲各位各讲者。在旧金山和平条约架构下，我来讲个二 B 啦吼。来，台湾领土日本放弃哦，台湾领土管辖权哦，不是主权哦，哦，放弃台湾的管辖权。我是这间公司的董事长，我放弃这间公司，啊，无来做你。这间公司到尾是啥？一个是我的呢，我干那放弃经营。哦，跟你拍交，你是咱管伊好啊，和你经营安尼呢？哦，这是董事长和总经理诶差别啦。日本天皇讲放弃这个管辖权，伊无放弃主权啦。哦，来，咱无哦，我个试看卖好啊。来，美国的基于征服日本事实有知情权，日本台湾之临时的啊，一二十三条有权利取得。所放弃的领土管辖的美国有这啦哦，来，所以我来搞那个二 B， 啊含23A， 啊个是嘞，
四 V 就是咧讲着 USMG 有管理通对日本政府的台湾的财产、人民现在有管辖权呐。这四 V 是咧讲这啦吼。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是关键，就是呵。哦，这 people on Taiwan 跟 people of Taiwan， 哦，今日大家足清楚了哈。啊，来，这个一点，这个把你那也个讲掉，就是要紧的。那么施行 autonomy， 是要施行自治，不是施行自觉。哦，这块土地那不是日本皇帝，咱会当自觉。哦，咱那是殖民地也算的，我们可以自觉控制，是不是？啊，来做我们成立大国。可是这个土地是日本天皇的领土哦，不是殖民地哦，啊，所以咱会当讲迄个奥塔尼自治，咱要主题呢吼。台湾这块土地是谁的？来，台湾是住伫台湾的人的，对不？对了，我去国迄个胡伦社，胡伦社的演讲。哦，去南门这条百几个，对，哦，对，讲了足爽的。台湾是住伫台湾的人的，对不？对，哎，啊，这个选举啊，咱台湾是住伫咱台湾的人的，对不？对啊，大家爽啊，这选举语言呐，吼。是安那讲唔对？来，咱必须要特别用一个 Ambassador Hotel， 就是迄个国宾饭店，哦。国宾饭店是住在国宾饭店人的，啊，第一条讲对，啊，即卖第二条讲唔对，啊，你诶根据是对，你讲台湾是住伫台湾人诶，对无？哦，大家话个对，啊，国宾饭店是住伫国宾饭店诶人，啊，唔是同款呢？主要差别在什么地方？对啦，你诶所有权啊是有经营权无？啊，国宾饭店，你刚才去住呢，你也无所有权，也无经营权，是安那国宾饭店是你的。来，台湾你有所有权无？我大家拢想讲，我生伫遮，我阿公就生伫遮啦，是安那我无，无就是无啦。照国际法，没有就是没有啦。哦，袂当用那个选举讲，哦，台湾是到底台湾，对无？对，讲爽的。选举语言，我们不要用选举语言，我们不要感情用事。按照国际法理来讲，哈，那台湾的所有权、状、治理权、管理权，要从法理及国际条约，不要只用感情因素及政治语言，选举迄个政治语言来讲的，哈。来，这咱大家清楚了，哈。所以这块土地，哦，唔是住伫台湾的人的，就是台湾这块，就是这的人的啦，哈。啊，无这块土地是啥的？是安那个日本天皇的？咱那个来问讲啊，是那个，咱就要对头啊讲起。这块土地本来是清朝的什么的土地啊 ？No， 不是土地哦，殖民地哦，那个共和制。土地有分这两种，一种是土地领土啊，一种是殖民地，两种呢，哦，土地分这两种，哦，会记。台湾是到底是什么？我这边小话要解释。来，这块土地是清朝的迄个殖民地，对不？啊，因为满清跟的甲午战争，甲午战争是安那引起的？导因是什么？是安那开始甲午战争？你晓得吗？一怎样？对了，伊是安那嘞？不，这块土地吼，韩国这块土地吼，本来是拢在向中国朝贡进贡，哎，就讲好啊，这满清吼，这讲完也要吃，也要掠，也要剿灭啦吼，啊，所以迄阵日本都开始迄个民主维新，啊，了开始强起来，伊讲，日本大兄，我这块土地来，互你管检好，哦，啊，日本讲，要互咱管，咱干嘛？哎，都当强起来，伊讲好，我来替你管，啊，即马就去甲清朝讲。我不爱让你管，我要让日本管。啊，当然清朝讲，呵，干啥哩哩？就两个战争个，哦，就是甲午战争的导因，就是为了韩国了。哦，大家知影了吼，甲午战争，
啊，所以到1895年，所以西北料定下什么条约？来，我这边甲各位强调讲的是，爱讲下关条约，未使讲马关，因为什么条约伫对顶的，就是伫迄个所在，伊是日本的什么设计下关，所以这条条约叫做下关。唔知万清伊安那去改讲马关，像是啊，什么人去徛买啊？是不是？无应该哦，什么条约？还是什么会议？开罗会议伫在开的，是开罗。哦，拢在用开的所在定条约的所在，这个就是什么人设计定的条约，叫做下关条约。我们以后要改过来，不要一直在说马关条约。健康的讲法就是在讲下关哈、哦。来，因为1895年4月17日下关条约是啊，皇帝对皇帝啦，因两个较有啊，含迄个中国皇帝、满清皇帝有这个土地，伊是迄个殖民地，一家。日本做殖民地哦，哦，是一个何以是一个殖民地哈、哦？这咱就对这开始讲起了哦。1895年4月17日，清朝皇帝将这个土地送予日本皇帝哈、哦，这个皇帝这个绝对啊，不是日本政府哦，不是送予总经理的哦，是送予那个董事长的哈、哦，董事长的哈、哦，来。哦，这是迄个原文啦、啊，原文的、就是，因为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及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都皇帝，皇帝对皇帝啦，哈、哦。来，下关条约拢总有十一条啦，吼、哦，第一条是啥？是哪？恁就知影讲第一条是啥？完全无限是独立自主国，阿、啊、就是叫你不管的、啊、哦。第一条，是安那开始第一，甲午战争你哪唔知道这个导因？你开始讲，第一条开始来写这个朝鲜的代志，因为为着朝鲜引起甲午战争的哦。啊，这大家知影了哦。啊，所以第一条，啊，第二条啊开始写。奉天就是辽东半岛哈，阿、哦、哥、啊、台湾。啊是 Pescado 就是平湖啦吼，这三个所在，来，这三个所在吼，这土地，第一个所在奉天是领土，清朝的领土，啊，第二、第三，这是清朝的殖民地，殖民地可以割让，领土在国际法里面是不能割让的，哦，领土不能割让哦，干啦。殖民地也算割让了哈，这大家观念上先搞清楚。好来，好来，啊，是安那到尾这个，是安那个迄地，干那剩台湾日本，迄、那个系出来讲的啦吼。这个辽东半岛是啥？苏联跟德国跟迄出来讲，是啥？因为下关条约关于日本别割让给日本是违反国际法呢，这领土未使割让呢，固有领土神圣不可分割。俄国、联合法国、德国提出抗议，迫使日本伫迄个1895年11月哦，到年底啦，他甲大清帝国国公归还辽东半岛，就是辽南条约了哈、哦。这哦，这个辽南条约。领土绝对不可以割让，迄个殖民地都可以割让哦。来，你看，土地分这两种，一种是 colony 殖民地，啊 territory 咧，绝对袂同哦。领土就是领土啦，啊，顶面这种形容词啊，固有领土啦，什么神圣不可分割的，什么像这种是形容词啦，哈、哦，怎样？拢领土就是领土，啊，殖民地殖民地，土地分两种呢。那前就美西战争，哦，啊，加拢殖民地啊 ，Puerto Rico、Cuba、关岛、菲律宾，这拢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啊，拢割让给美国，哦，啊，美国，
伊安那处理的代志，来，即卖要互各位较知影，就是讲，来，迄阵的台湾清朝所占领的是安尼尔啦，后山，后山遮，伊拢无占领着啊，较害死日本军来到地了二十冬去征服全台湾呢。清朝予伊的台湾是干呐西半边尔啦，到后边吼，1895。二十冬，卡吼，咱有咧拍迄个，拍迄个后山遐有足侪电影啦，啥啦，迄塞德克巴莱，迄就是迄个期间，就是啥，1895到2015二十冬哦，卡将台湾规个拍起来了吼。来来来，这个我爱国各位殖民地变哪变作领土，哦。这世界公法有哪来底呢？啊，这个日本哦，有去请教，不是为着在台湾去请教了，为着对呢，福开道是对。日本话唔捌哦。北海道啦，北海道有哪是奥奴族人呢？日本去个占领呢，伊有哪是逼着伊个殖民地呢？啊，伊请教迄个世界法律专家美国个啦。讲阿边那个变作我的领土，伊讲啊，你都开始去个教育，吼、哦、啊迄、那个教育啊，他语言啊那些啊个效果，宪法实施于他的地方，宪法实施以后，那个地方就是变成你的领土啊。北海道是较早那是迄个殖民地呢，啊，但是咱即卖一个故，咱拢想讲哦，北海道是日本的领土，对啊，伊都经过合法程序。来，台湾呐，讲到咱台湾，到1937到1945哈，内地延伸哈，到4月1日下诏属于台湾，这个期间哦，七八冬呢，伊皇民化，伫这个四月1945年四月初以前，台湾调去的兵是啥？调去日本这边叫做啥？军夫尔啦，哎，啊那四月初调去也变作啥？日本皇军哦，哦对，那是，那是日本已经是1895年，哎对，1945年四月初去，就是已经变作日本的啥？领土啦，就是你要甲翻译到固有领土，还是神圣不侵犯的，就是领土啦。领土会当乎什么人未？未啦，拢未当啦。所以你讲台湾这个土地是些什么中国的啦，是什么中华民国的啦？世界公内底都根本无可能会当变化嘛。哎、欸，世界公法那时阵就是辽东半岛，你要哪，伊要荷兰嘛，未当荷兰做个赢哦。啊来。实施宪法于台湾，迄阵台湾就派去派迄个州议员啊、众议员啊，本来去日本开会，所以四月初已经是台湾是变日本的啥领土了哦。哦，这点大家小可安尼看边安怎讲，你就我甲你整理起来，啊，你知影讲台湾这个地是已经是日本的领土了，吼、哦，好、哦。在台征兵，主权象征参政权及参战权，台湾依法变成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如同辽东半岛是大清帝国的领土一样啊、哦！我是记一个的啦 ，Portsmouth 是迄、那个，这条是什么条哟？日罗战争，罗是倒位？苏联哈，俄国日露战争啊，日露战争。哦，迄、那个苏联想讲，哦，我的地中海舰队是世界强的啊！啊，你日本当新高军啊出来啊，有哪干日本的干干干开始现代化了，啊，两个抢起来了，哇！伊在个对迄边调，对地中海遐调军舰来了，哦，塞要几个月啦，他调来，啊，日本人等一暗暝。苏联遐地中海舰队一暗暝，叫日本个各个打架停落，
啊，随导航啊，啊，无规矩啦，随导航。啊，导航卡伫美国的迄个缅州，迄个 New Hampshire， 就是新，就是啥？新汉布斯，做，就是 New Hampshire 啦，吼。这伫 Boston， 伫迄个。波士顿的店面的所在，迄个州叫做牛汉峡。啊，伫迄个所在叫做 Portsmouth。啊，所以这个条约叫做啥 ？Portsmouth Treaty 哦。伫这顶个就是啥物条约啦？日本跟苏联战争所订的条约就是这个普兹茂斯条约，就是 Portsmouth 条约哈。啊，这个因为我小可爱讲这个是啥呢？把你到有关于北方四岛的代志哦，咱来去讨。因为这日本政府是和平宪法的日本政府，无管理人去讨明治宪法。咱若恢复回来，咱也阁是明治宪法的，有管理人去讨北方四岛，这是以后的事了哈。咱管理我说是介绍一下讲北方四岛啊，北方四岛吼，迄四块岛吼，日本有去阿讨呢？啊，伊讲啊，你根本这都讲你日本迄和平宪法，日本政府都无管理人讨这嘛，这块也毋是恁的啦。啊，到尾讲，要息事宁人，讲好啦，啊，无一半行李啦，吼，吼，四块岛，啊，你那边去两块岛行李，啊，对面啊，我这两块岛我来管理啦。那利率袂无啦，我啊小可，来，一、两、三、四，吼，北方四岛是一、两、三、四，啊，讲啊，这两块行李啦。啊，这两块我占了，迄两块偌大块呢？啊，要行的是呢，偏细呢。来，要行的是一百平方公里，啊，这块250，啊，剩下伊家己要占的1500到3000里啦。伊是对面迄两块大块，伊讲哦，还是两块细块行的。当然日本唔嘛，迄四块照国际公法讲个，四块拢是日本的啦，吼，拢是日本皇帝的啦。开罗宣言，开罗宣言吼，啊，含这个，含这个，我要讲的这个德黑兰会议吼，德黑兰宣言哦，有啥物无共款啦吼？我讲伊，这是常识，可能讲伊怎样子？开罗宣言，这是中间四个、迄三个国家，中国开罗哦，是中国啊、美国啊、含英国三个国家的迄个总统来开会。啊，可以讲，哦，啊，无那迄别日啦，啊，那战争了，啊，台湾合理，啊是甚物事？啊，是啊，斯大林无来，斯大林吼，伊讲啊，那这个蒋介石来，我无爱参加。你啊，迄历史背景你就知影嘛？因为伊支持共产党啊，斯大林支持共产党，啊，你说国民党，伊讲你若有参加，无爱参加。啊，所以你开罗会议了，会过日，较早伊。伊朗的首都德黑兰去开德黑兰会议，拄啊蒋介石无去，啊换斯大林来，哦啊，迄、那个会议内容一模一样，就是讲按照叫开罗会议安尼讲安尼，哦，你所以德黑兰会议跟开罗会议的前因后果，是因为斯大林无爱跟蒋介石做为规划，啊，所以才有一个德黑兰会议出来，哦，安尼了解了吼，德黑兰会议，啊，所以哦，英国咧讲着迄个。迄个开罗宣言吼，拢讲到迄个不是迄日呢，不是即日呢，不是即日呢，伊会讲到德黑兰迄一日呢，所以咧，讲开罗宣言吼，我先按简单讲过，伊是12月7日啊，所以那英国咧讲开罗会议12月1日唔对啊，但是伊拢讲安尼。英国人拢讲12月1日，因用迄个德黑兰会议做标准呐。德黑兰会议是12月7日，啊，开罗会议咧，嘿，十一个礼拜啊。哦，啊，所以咱正式一下开罗会议是11月28日，可是，在英国人的想象中，这个会议就是12月1日哦，迄是一定看会差。我是跟解释讲不要，哎呀，那个你记下呢？那是这个原因呢，哈。开罗宣言，哦，是11月27日，啊，这12月7日，哦，啊，所以英国人拢把这个开罗宣言伊嘛工作12月7日咯，
哦，所以这个原因呢，哈、哦。好，来，1945年4月1号，日本天皇有下诏书，在台湾是哈、哦，变成台湾变成成为大日本帝国的固有领土哈。啊、哦，这是诺曼底克大登陆哦，1666大登陆。啊，伊登陆了无偌久，无一冬，德国就投降了嘛哈。迄、哦那个1666，啊，伊过冬的5月18日，要一冬，特别超十一个月呢，德国就投降。啊，来，斯坦公告，波茨坦公告，波茨坦宣言吼、哦，我要让各位知影一下，所谓波茨坦宣言，就是咧讲啥呢？因为迄阵德国已经投降了，啊，因遐迄个因遐国家是讲。把波茨坦宣言其实上又可以叫做对日劝降书，哦，你听好，就是讲，欸，阮即摆德国系啦，阮即摆军队强起来啦，哦，啊，你日本哦，你若紧投降哦，我军队拢无要甲你抬，啊，拢甲你送登去国家，啊，你诶，我拢无爱甲你破坏，无爱甲你安那，波茨坦宣言拢咧讲这呢，劝降书啦，所以日本。日本天皇在1945年在宣布投降的时候，安怎宣布？他不是说宣布我投降呢？我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哦，你安尼听有啦吼？波茨坦宣言就是劝降书啦。啊，批文呢？第8条，那个波茨坦宣言的第8条写着。尊重开罗宣言，安尼啦，也得背了下。下尊重开罗宣言，啊，所以靠我那个蒋介石跟人家当面来讲，哦，开罗宣言，那那波茨坦宣言嘛是要尊重开罗宣言啦，是不是？哦，我是讲各位小可怎样子啊？哦，啊，这是几小可怎样？一个希罗西嘛，啊，一个拿个萨基。8月16日跟8月19日，啊，事实上，美国干那这两点尔啦，是美国啊，干那这两点尔啦，啊，那日本就惊得死啊嘞吼，一摆洛阳死很侪人，惊得死啊，所以赶紧接受波茨坦宣言，哦，接受波茨坦宣言，啊，你就知影什么意思？我咧讲个，迄就是劝降书啊，啊，我接受迄个宣言，就是我要投降啊。哦啊，这个苏联话乱唔正搞嘞，那嘿，伊也够，伊即卖跟德国咧小战的时吼，啊，伊跟日本讲，欸，咱来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伊惊日本对卡层号甲拍来啊，伊跟德国咧战啊，即卖德国了，我过来对日本，欸，迄个因的中苏友好条约，也是日苏友好条约吼，我当然嘞，迄阵才打三当官呢。也不管照他结的，对东北先结的，啊，是啊，东北才会向经济又结的呢。东北半空城，是啊，半空城，因为迄阵美国一直要来接收，要来轰炸台湾，要来登陆台湾呢。啊，所以日本将东北的遐军，第一样的红军两师调来台湾，要跟美国要吃一个啊。哎呀，足用的呢，遐红军是全日本常用的两师啊。调来台湾，结果东北放空尔，东北遐放空尔，叫苏联啪一个啊，拢无抵抗，就叫苏联退去啦吼，就是迄个原因。迄两支军队调来台湾，要跟美国大下拼，结果美国无啊，对乌克兰话去啊，无来遮。迄两支人堵塞，无在作用诶。这两支是拢美国的浪人呢，你知道浪人？你不能浪人是。就是迄泰波罗嘛，迄大家拢作用的啊！哦，咩剑不输刀，是不是？大家拢作用的，迄一管军队啦。结果，但台湾独赛，拢无整着啊！哈。迄个李家乡，哎，一底贝克切特的透过瑞典及瑞士政府向中美英苏四国召会接受波茨坦公告，哦啊，要接受，迄个如果讲有说明过，就是要接受投降嘛，吼，哦，迄是劝降书啊，吼，
啊，咱就然后即个麦阿萨海甲西山落笔啦。迄第一条吼，迄第一条写讲中国啦吼，满洲除外啊，中国、台湾、北越三个所在，和蒋介石来接受日本军的投降。所以中国遐吼，遐日本军啦向蒋介石投降。伫台湾呢，即个日本军爱向蒋介石，啊，北越也爱向蒋介石，三个所在啦。啊，有去北越无？有啊，伊派刘汉带20万军队去北越去半东，啊，因为北越咧闹饥荒啊，啊，去北越都家己咧袂活啦，佮伊军队也较袂活。啊，若来台湾呢，够好啦，你个米啦，你个糖啦，你个啥货啊？啊，佮伊含中山东咧战争，无饭食，米拢赶紧运运咧。去中国开始，迄阵台湾站无米通食，有一站就是安尼啦。迄阵在含中山东咧战争嘛，哦，台湾这天堂，这米啦，拢运去。啊，蒋介石甲咱接受这啦吼，北越，啊，剩的吼，拢有派一个国家呢。你看迄个第二满洲，啊，满洲啦，啊含北朝鲜、库页岛，就是向苏联投降的，哦，是这个。很吃的投降哦，啊，咱台湾人上歹命就是啥呢？伊一占人占啊60-70吨啦，啊，人吃的人照迄阵的规定，每半吨内就要贴地呢。啊，所以大家拢有贴地啊，什么新加坡是英国接收吼，向英国投降啦，都为向啥呢？可怜的台湾人多啊，去哦，蒋介石占的人，无要撤走啊，有规定要撤走呢。哦，迄阵个过后，偌济人去哦，蒋介石派出前移接受日军的投降，啊，加台湾人的代表，什么陈奇、林茂生啦，什么像林献堂啦，遐大家拢二二八拢叫，你去欢迎的遐人，拢叫去登电视啦。别日啦吼，即、這个四月初吼。迄、那个12月25号变作愚人节啦，哎、欸，12月25号啦，迄光复节迄都无影的代志嘛，迄是愚人节啦，吼、哦，哎、欸，啊，4月7日才是国庆日啦，啊，这伊这逐项都违法啦，啊，中华民国政府，1946年即个3/1/1992训令，查台湾人民原系我国国民已受敌人侵略，是不是丧失国籍？啊，所以一日过日去。恢复我国国籍，将所有日本、台湾人变为中国人啦、啊。但是国籍要变更吼，哦，这条公文啦，这条公文写讲吼，啊，恁拢变作中国人了。可是国籍变更应该符合自动自愿合法，哎、啊，无啦，伊这条公文就甲咱日本、台湾人变作中国人啦、啊，这拢违法的啦，吼。啊！来，迄个英国的毛和外交部呢，讲不能自身将台湾主权由日本转移中国，应后以日本订立和平条约和其他正式外交手续。啊，就是迄阵要未就是咱和平条约嘛，哦。因此，台湾虽以为中国政府统治，英国政府欠然同意台湾人民愿意恢复中国国籍。美国也有，英国也有啊，出来抗议了哈。国民政府答复：为方便管理之，暂时多久？这70吨我是暂时的了、哦、可怜的台湾人。这个。TRA 哈，国际美日安保条约，咱捌听到这啦哈。美日安保条约哈，有包括台湾呢，有包括台湾呢。所以咱是咧惊啥？惊迄个中国安呐？台湾也可是美日安保条约内底啦。哦，较早我也听讲，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将和平统一 ，T
听了会烦恼未？哎呦，烦恼吼，较早烦恼啦，后尾未。我即摆讲，你甲注意甲听，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因兜的代志啊，因中国人家己去统一啊。I am people of Taiwan， 肯定扛起来，没有关系啦，哦，唔免烦恼。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要和平统一，因兜的代志，伊去和平统一啊。中国人去统一的，跟咱台湾人无关系啦，啊。哦，这李朝碧是不包括金门马祖，金门马祖本来就是 ROC 的啦 ，ROC 的啦，跟台湾无关系啦，吼、哦。好来，旧金山合约，这个是对咱上要紧的啦，吼、哦。啊，我多加一个讲，那三条一定要注意啦，吼、哦。那三条，二 B、四 B、二十三 A， 哦，咱跟咱有关系，这三条呢，吼、哦。来，就是那和平条约二十七条全部都没有日本天皇处分，所以台湾的主权有变化无？啊，无对日本天皇处分半项，啊，这个土地是日本天皇的，按、啊、这个土地嘛是还佫日本天皇的，对哦，哦，这当安尼讲哦，那么能是属于日本天皇的。哦，这拢一直咧，一直咧讲这个三点最要紧的哦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SFPT)， 哦 ，SFPT 就是旧金山和平条约啊。来，23条 A 下讲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s the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主要占领 ，principal 是主要占领全国，哦。诶，国际法内底写，啊，出来就无讲，无国际法讲着台湾了咧。啊，第四条就是咧讲 USMG 哈。诶，嗯，好来，咱来发例哈，这条军事占领不得移转占领地主权哈，咱甲初级班都要谈两条，第一条是这个。军事占领不得移转占领地主权，啊，个第二条是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这两点是咱。来，存无老久了哈，我讲为这是全世界上唯一，敢那台湾有爱是安那国民党政府要了很侪钱做这个代志。因为一家投票率不超过 50%， 哪投票率不超过 50%， 他那个选举世界上不公认，哦，啊，所以伊利用这个，让恁较侪人出来算，啊，佫有钱人摕，大家要出来算。较早民进党也无人要做党主席啦，哦，都要去装钱啊，啊，即摆咧，哦，有些是。因为选举啊，民进党摕几票啊，所以伊蔡英文摕以外，民进党佫一党佫拢足侪钱能摕啊，对啊。好来，马英九摕偌济？百千亿两亿两，马英九摕两亿空两六百哦。啊，蔡英文呢？哦，哇，足厉害。一日8200万呢，哎，啊，迄钱啊，唔讲咧营养午餐都无钱啊，唔摕出来，啊个冻呢，吼，你看中国国民党四年拢总摕几亿呢，嘛是11亿呢，啊民主进无冻呢，1亿多呢，啊所以即摆大家嘛要争做党主席，有钱人摕啊，哦，冻呢，啊全民冻呢。伊有超过5%啦吼，这是伊个亲民党得票也超过5%的门槛啊，所以亲民党一党嘛摕3600万啦，一党啦啊，所以四党算了吼，啊所以大家啊了了党的钱，戆台湾人的钱啦，才戆台湾人的钱啦，对啦，
好来，我最后这张要先给各位看一下。这张，你有没有看吗？没看到这张吗？来，你看看这张有什么不？你的感想是什么？看这张图，这张是马英九连任了，哦，因为这是吴敦义嘛，所以是连任了，在总统府内底，在总统府内底，这是啥？这是什么？啊，无啦，这个党旗是咩？啊，迄支啥旗？叫人知影迄支啥旗？这张吼，我要各位注意看的，足有意思的一张，恁来去想啦吼。马英九是学国际法的人啦吼，他晓得吼。这个什么 occupying power 现在在美国的时候，伊些国际法拢知影啦，啊，拢知影了。无，伊有咧笑想哦，有咧笑想哦，伊笑想讲把你美国的将这个台湾的主权交给他呢？哎，不啊，所以你看，我跟你讲，伊拉克吼，伊拉克美军占领了，美国政府将这个伊拉克交给对人民政府。交予美国的一个，我们在三个、五个的一个民政府，伊拉克民政府呢？迄阵的伊拉克民政府有几百个呢？伊将迄个交予美国迄、那个，予迄个几个人当来因伊拉克组织政府呢？伊这嘛咧笑想讲，我嘛成立民政府，这伊嘛是咧民政府，啊民政府啊，把你啦看。国长史煞教好我未啊？哦，啊来，讲到这点，美国的教好像，什么人去告美国的啦？秘书长率领台湾民政府的所有成员，即卖是该官员，率台湾所有的人民去告美国政府，告了赢。我那伫国发来后壁一日讲到再进一步的时，我系讲迄个美国迄个小国迄个最高法院迄个判例是到底是安那？迄有个人啊，唔讲 reject 的，是不是？迄以后我系闹恁老爸佫进阶去做核算，我系甲咱讲迄个美国宣判迄个结果。到时美国的提上，绝对提上迄个自先。迄、那个甲告，迄、那个告美国政府判赢啊，迄个啦。所以我甲恁恭喜哦，恁大家吼、哦、对号入座啦，真正是对号入座啦。别个咱就是要搞，就是一定搞林志坚这个迄啦吼，哎、吼、哦，所以大家较认真读这个吼。拄好只我恁从头到尾有讲到看台湾土地的由来啊，法律是安怎啊，观念上的改变吼，和、哦、各位小可知影啦吼。啊！你这不是啊！你这吼头啊吼，要跟人讲吼，讲一半好害啦！啊，这是要搁讲对对去，讲无话呢，加讲几遍，都了解。从我呢对头到尾，跟你说明讲，这个土地是安那安那安那是安那啊，未什么会动，什么未动，什么未动哦。哦，这样，哦，这我后来因为我看咪约束吼。咱伫十二点以前该关机去食饭，啊无去哦，迄阵吼，迄阵两三百个吼，容易咱的无饭能食。啊来，所以今天上课到家了吼，啊大家关机食饭啊，啊下一次呢？